哦，我是阿嬷带大汉的。我的妈妈很天真，世界上最俭的查某人，非常可爱的女人。世上只有妈妈好，有妈妈真好。哈，那有可能？我妈妈一定很欢喜，因为我都没说过妈妈我爱你。也是同样给她回答说，我也爱你啊。哦，她会觉得很肉麻。天真，就可能比较乐观吧。坚强啊，韧性很强的一个查某人。吃苦耐劳，耐操耐磨。哦，他真的很多点。一个传统，但是他忍耐性很强的一个女人。我要跟妈妈说，妈妈我爱你。这感谢你的辛苦，把我们四个拉拔长大，都没变坏。妈妈我爱你。妈妈我爱你。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阿你事事拢顺心，阿你快快乐乐，食饱你。我爱你，妈妈，我想念你。你永远拢在我的心肝内。妈妈，我永远都思念你。妈妈，我爱你。我就想你，妈妈，我好想你。最后跟我妈说一句 I love you。很感谢她这样子用心的在陪我跟爸爸这样。如果时间可以倒转，我一定要好好抱着妈妈，永远不要放开她。对。所有诚心电视台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陈建成。一年一度伟大的日子将近来临，陈建成率领所有啊全体主持。直接恭祝母亲节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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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母亲节要到啊！母亲节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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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母亲节快乐！